台南市在地善心社团台南市孟时代扶轮社捐赠台南市政府60,000元，向台南市所属各级校幼儿园学童志愿救助使用，成为弱势学子学习的坚强的后援。今仔2月20日举办捐赠仪式，由黄一德市长致敬感谢状予吴光林社长，感谢台南市孟时代扶轮社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台南市长黄一德致辞表示：“今天可以说我个人非常非常大的荣幸，要感谢孟时代扶轮社，还有我们3470地区许多扶轮社的好朋友，能够在开学学期之初学习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对于我们的学子们有这样的善行义举帮忙他们。那这个其实真的是谢谢大家都非常能够符合我们扶轮社的精神，而且对于社会上弱势济弱扶贫能够有这么大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其实扶轮社可以说是台湾社会那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国际组织，但在台湾真的是扮演了社会中流砥柱的社会中间的一份子。从过去在疫情期间那扶轮社所做的奉献跟付出，真是让我们非常感谢。那现在疫情过后今天其实2月20日口罩令可以拿下来了，但是我们对于过去那段时间大家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还是敏感在心。那现在对于社会弱势者的扶助可以说让大家都非常非常感佩。那也要祝福所有扶轮社的社友各位好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疫情疫后的新经济里面，能够继续在自己的本业上能够发光发热，在社会上的社会福利也持续能够帮助社会上弱势的朋友。再次谢谢各位，祝福大家。教育局表示，希望受助的学生抱着点滴在心头感恩之心，懂得惜福饮水思源的道理，未来的学友所成的延续社会各界爱心和善心，继续回馈社会，并且帮助更多弱势学生。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